前艺人李月彤2014年被踢爆同已婚导演彭顺搞婚外情，淡出娱乐圈之后同商人鲍伟业结婚，生了一个仔仔。有报道指他现在仍然受到网民追击，成日都会收到私信炮轰他知不知罪孽几深，有没有内疚等等。他回复说明白大家的想法，但会选择继续沉默，让所有的阴霾不公和罪名都在他这里埋下，因为他爱他的家人，亦都愿意守护着他们。他说现在只希望低调生活，问心无愧，对得住所有人。最后他强调要向前看。